爸，我求下你再考虑下。由而家起，如果冇人陪你，你边度都唔准去。你点可以咁噶？佢利用你嚟接近我噶。唔系，佢系爱我噶，为咗我。因为你系我个女，所以你唔准离开傲石呢度。你一定要留喺我嘅视线范围里边，唔准接近佢。你根本唔了解佢。我知佢想走刀疤要走嘅路，而我要走我爸爸嘅路。你永远都比唔上木法沙噶。you